台湾的这个行政区，日本人催生的。菲律宾的催生者是西班牙，后来变美国哦。印尼催生者其实就是荷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登来咱第二小段哈，台湾的故事。好来，这个阶段呢，要来讲啥哈？伫这个两个月以前哈，咱伊伫台北有一场这个安倍哈，安倍晋三的纪念摄影活动哈。一个我的好朋友哈，这个阿凯啊，林书凯先生啊，阮做位去看哈，看咧点咱，点咱阿贝吼，这一生当中，吼啊，安那就是一对日本做一挂贡献，啊，甲伊甲人无同款的一挂政策的思考吼。个李刚迄个阿凯啊，这林书凯先送我一本册啊，叫《帝国炼金术》吼。伊讲吼，伊安尼读过吼，这个无法度完全了解你讲啥，讲互我看一看，会当讲一挂来偏方一无呢？我就等下开始读哦。一定我那有逐工还佫咧看册习惯啦吼。即、這个结果看看，这差不多写了袂歹，真算是一个一本学术性、学术性的即、這个吼，而、且你研究东南亚的政治吼、那么其实这方面我本来就做有兴趣啦吼、那么但为着现在这到台湾的故事相关的，因为你去了解规个东南亚吼，伊伫即个。殖民统治以前的这个国家的形态，你就知影讲，咱台湾过去嘛，差不多迄个形啦，吼。那么，其实伫亚洲吼，咱这个吼西亚卖算啦，吼，即对印度、中国、越南、韩国、日本，甲东南亚的即嘛，咱看到印尼啦、菲律宾啦、吼马来西亚这国家吼，即个伊的即个伫。西方殖民主义来进程吼，其实有基本上有一寡无共款吼。你像同个仔，我简单讲啦吼，即像这个中国，伊本身就是一个古早时的帝国，吼边啊一直讲，接一直侵，一直说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爱好和平的民主，放你妈的屁啦吼！根本伊就是一直扩张出来，一直吃，什么统一六国，一直扩张啊吼。那么这个。当兵面的海岛的日本，其实嘛是帝国，嘛伊嘛是一个日本帝国，吼。只不过伊方式甲中国无啥，伊迄个规矩吼，即个中央甲地方个真清楚，地方就是一挂藩国吼，即小国就对了吼。啊，中央呢，名义上是天皇统管的，啊，即个日本你毋捌看讲什么朝代换来换去推翻，伊即个万世一系，朝代拢共款，但是实质上吼嘛无法度伊就。常常拢迄个宽心，就拢迄个吼，伊迄个藩国内底较强诶，吼，也是讲吼经过战争战了后，兼并足侪土地，吼，足侪国叫灭掉迄个大诶诸侯吼，从那出来讲，安尼恁爸来做将军，伊来做将军，幕府大将军，后伊就实际上变做，吼，变做即个日本诶统治者呢，啊，但伊统治个毋是直接，伊间接的啦，吼。所以有什么幕府，什么幕府啊，镰仓幕府啊，后来德川家康德川幕府，这伊迄等于讲宰相兼将军夹起来迄角色吼，怎变做朝廷吼？啊，但是名义上伊朝廷吼，一直到这个明治维新才开始亲政吼，这是天皇在个做主啊。天皇讲亲政嘛，不是伊家己治疗啦，伊家己治啦，哦嘛是由下骹这大臣啊，学这个哦，这个奥吉元内阁制嘞吼，这是日本。那么另外，你像韩国吼，像越南吼，伊这个吼，这本册内底另外有写到这个炼帝国炼金术这本册，这是外国人写的，这不是咱台湾的人写。伊讲这个韩国甲越南，其实就是敢那像迄个缩小版的中国吼。哦，伊原来有皇帝，哦啊，嘛有迄个什么科举啦、考试啦、什么封官啦，哦，啊嘛有官啦、有郡县啦吼。啊，伊嘛会封一个王，就比如讲伊的子孙啊，也是讲吼。小才立大功诶，我著甲伊封一个王，嘛有这套啦吼。啊，只无伊土地甲时间较少，敢那缩小版的中国，就是讲越南甲这个韩国吼，这伊即摆伊介绍啦吼。啊，其实吼，听到未？一点嘛有研究过这个印度诶历史吼，印度嘛是，印度本来嘛是几啊千公诶，
印度你甲看地图，我即我咱即马可能哦，啊印度敢若未熟哦吼，哦啊边啊搁一个巴基斯坦哦，啊伊个即战丘边搁一个孟加拉，哦啊下骹搁一个斯里兰卡吼，哦我感觉足大吼，歹势，即地地差不多一即个早期吼，伫即个蒙古人去统治以前，其实嘛是散喷喷，啊有当时会出现一个较强的。因这个小国好啊，兼并其他，变作一个王朝有啦吼，因为，这推广佛教吼，上界出名的吼，这孔雀王朝阿育王有无？这大家小可知影吼。啊，基本上伊嘛是几啊千国组起来一个地区呢吼，啊，甚至连语言、民族有诶都无啥共款啊。好来，讲起来，我跳转来这本册，咱从尾再跳转来台湾。那么这本书伊主要咧介绍是东南亚，东南亚咧像印尼，哦，啊像菲律宾，像马来西亚，哦，啊东南亚佫有两种类型，你像泰国，伊就是家己，有那泰国有那较接近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啦，越南也是啦，哦，种缩小小帝国就对啦，哦，啊伊有那有迄个吼，唔是迄种分封式的，哦，唔是讲吼官长派官长又派什么州长，无啦，哦。啊，不，有迄啦，毋是用迄个日本迄种藩镇吼。好，啊，即个佫渐渐等下，甲咱台湾较沃啊，是对，啊，就是他拄仔念的迄个东南亚有三国，菲律宾吼。菲律宾本来咱个看伫咱台湾的南边，吼，迄岛有哪七千粒呢？印尼啊，佫较细，万几粒，一万四千粒。马来西亚是两地夹起来，一地迄个东马就是即婆罗洲、婆罗洲这边吼，再一个一地啊。较外即个马来半岛遐，佫一地安尼吼，即个啊，那下底国土在安尼吼，啊，即个国家是安那来？其实即个国家吼，本来毋是国家，毋是咱即马看的国家啦，哦，伊是拢几啊百国吼夹起来，哦，那比你一个就是敢那酋长国安尼吼，我即个变偌大，像我比如台北市占一个中和、永和，迄就一个王啊，就一个酋长啊，啊有诶。有当时的联盟，吼，就像咱台湾那个斯卡洛吼，迄度哦四五个部落夹起来啊，推一个头人，哦啊，这个部落的头人做老大，啊，那个部落的头人做老二，啊，搁来另外一个较细的做老三，啊，轮流大家吼，互相相敬啊，变成一个足接近国家，但是还佫唔是国家迄种小国啦，小国吼。规个印尼吼，本来拢几啊几万，印尼万几粒岛哩嘛，啊，你会当想象？啊，有诶，较大粒诶岛可能几啊十个，几啊百个，啊，较细粒诶可能一粒岛一个安尼，吼、哦。印尼，迄是尾啊，经过荷兰人来占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荷兰人伊当阵啊，即欧洲诶，即个吼武器已经先进啊，开始用头咧弹啊，哦，船啊开始慢慢啊，对即帆船改做即铁壳船啊，哦，愈改愈进步。啊，即所有东南亚即个小国吼，那是伊诶对手，哦。啊，就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讲啊，来，我跟你合作，吼、哦，我变做你的敢那细汉的啊，听你的听你，啊，拿一寡税金，交一寡，哦，采一寡你要烹料啦，什么，哦，石矿啦，什么，啊，你交你，哦，啊，伊维持独立的统治，所以荷兰人怎啊，把这全部的领土占的范围哦，后来除了迄个地貌吼，就是地文啦，吼、哦，较挖这个澳洲迄个一个岛，佫毋是全部。地文岛的一半叫东地文，除了遐以外，剩的拢印尼过去占的这个殖民地，拢变作哦，夹起来拢变作一个国家，叫做啊。当然，中间有经过革命啦，经过这知识分子伫遐提倡啦吼，安尼。马来西亚嘛差不多，但是马来西亚占的国是英国，哦、啊，菲律宾呢占的西班牙，啊，西班牙一直甲迄、那个哦，1897年、98年啊，是吧？因為西班牙甲美国战争，从规地菲律宾叫美国摕去，啊，才开始有改变。啊，咱台湾嘞，哦，咱他都要念过啊。印尼是荷兰人甲催生的，咱用催生这两字，哦，甲催，哦，就做三宝生出来啦，哦。啊，马来西亚是英国人甲生出来，讲较歹听嘞，印度嘛是英国人甲生出来，哦。印度当年本来就这个蒙古人占去，蒙古人占去蒙古尔帝国，蒙古尔就是蒙古啦，同款嘞。所以你若要读这历史足趣味，这个蒙元朝来占中国了吼，九十几年后怎啊去用赶出去，去朱元璋赶走。啊了吼，蒙古的范围怎走？另外一撮人，不是迄撮人啦吼，不是迄撮蒙古人，另外一撮蒙古人怎走来占印度？哦，
所以这个元朝起来了，拢伫这个印度半岛吼，佫出现一个新的蒙古人的王朝，啊，无共系统个，共蒙古人来无共系统，安尼有趣味吼。那么台湾的情形比较较像咱头拄仔你念的这个印尼吼，啊，荷兰，对吧？印尼佮菲律宾佮这个，佮这个马来西亚，啊，是甚物原因讲咱较像？真简单嘛，咱之前有一摆讲过吼，台湾过去的这个吼。国家的形式，包括部落联盟，就是像恒春半岛这个斯卡罗哦，台东有卑南王，即马阁有一个所谓叫南王哦，就是卑南王哩大，卑南王哦。我伫中部有一个大肚王国，伊嘛袂衰呢。差不多咱即马看到的这个彰化、台中哦，甚至部分的南投、苗栗，这拢是伊的范围哦。啊，这个当时才无伊，清朝的时拢还有呢哦。听你咪咧，咱听你。共匪啊，甲国民党洗脑洗到拢不太，你什么固有领土、固你兰帕啦，对吧？固你迄个兰花草啦吼，根本就是这王国一直甲日本人来了，才真正是才用迄新的这个哦西方的这个制度哦哦，什么州、什么官哦，日本人甲台湾分做哦五个州嘛，我来听吼，五州，唔是咧讲全世界，五州是哦台北州、哦新竹州、台中州。台南州、高雄州，啊，佫三个厅，哦，即当然伊变几啊届啦，啊，从变到台湾，哦，即、这个日本人摕提了，即就是即个五州佮三个厅，即个制度就花莲、台东佮澎湖，有安尼吼，知啦吼，哦，啊，所以佮清朝已经灭掉啊，哦，其实台湾还佫有迄个部落哩呢，还佫比南还伫哩呢，哦，啊，迄个斯卡罗是较尾绿啊，就已经怎散去，等于卖，哦。清朝甚至唔敢承认讲迄是伊领土呢，你知影啦吼？北恒春半岛甲清朝尾个佫唔敢承认，即大家知影吼？好，所以咱表示咱台湾的真真正正变作一个哦现代化的国家的形式，行政区的形式，这是日本人来了的代志。啊，即台湾吼，台湾等于日本人催生的啦，啊，即足趣味啊吼！台湾的这个行政区，日本人催生的，啊，这个菲律宾。的催生者是西班牙哦，后来变美国哦。印尼这个催生者其实就是荷兰哦，啊后来当这个区域后来有一段时间去日本占去了，这在不在话下，这个历史演变的日本是占当然无偌久，可能两三档、三四档的哦。后来以上报告了的，所以咱台湾的伫正港的行政区形成进程其实哦，拢是部落社会哦，啊当然汉人的区。汉人的区就另外一个大清帝国，迄帝国主义哦，另外一个占了台湾的一半哦，伊阁无啥共，啊，咱台湾算这真趣味，都夹伫中吼，啊这变化多端的就对了哈。好，咱今日先讲到这哈，台湾的这个行政区的出现哦，行政区出现之前的台湾哦，以上报告。